日本櫻花蛋啊，15元一盒啊。能量棒啊，5元一盒。怡寶嘅純淨水啊，4元一支啊，30元就一箱啊。韓國樂天嘅青檸味嘅碳酸飲品啊，15元有6罐。燕京啤酒啊，12元6罐啊。紅福堂呢嘅甜加花旗參啊，10元4支啊。椰子水啊，12元3支。紅色檸檬茶。元氣森林碳酸梳打水啊，10元4支啊。你飲咩啊？好啊，抵嘅。大排檔港式檸檬茶，10元4支啊。咦，正系綠茶都有糖浸。清熱綠茶12元3支啊。道地嘅飲品啊，12元有3支啊。嗱，呢只係熱情果產啊。綠茶，甜粟米10元3支，IS 啊，依只椰青水4.5元一盒啊。新紫牌呢只花生啊，18元一樽嘅。嗱，佢就5月26日到期嘅。福字牌嘅酸辣味粉啊，5元一盒嘅。顧力嗰只迷你甜筒啊，12元。3粒裝5元。瑞士朱古力10元一排。顧力果嘅乳酸菌夾心餅啊，10元3盒。或者滾湯，好似呢個紫菜豆腐湯又可以加落去。佢呢個係蓮蓉粉，有。明輝蝦條6元一包。買咗原味同埋辣味，好一家嘅病治兩魚啊，10元一盒。韓國年糕啊，7元一杯。青島啤5元一罐啊！大家如果未有時間可以親身嚟到呢度。新力啤5元一罐，10元2罐最抵買嘅。藍莓啤酒8.5元，平平地唔使咁貴，仲可以慳翻啲。雖然話咧，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依位啤酒啊，500ml 5.5元。喺我哋開始之前，如果中意有呢個麻辣酸辣嘅粉絲啊，黃老吉啊，24元有6罐。麻辣味同埋酸辣。樽乌龙茶500ml 就6元支。香脆的米饼窝包6元嘅。
臭草牌伊麵是$8一罐的，一盒的。迷你棒棒糖是$7的。三盒一白咖啡是$20。番茄味的麥力滋是$17.50。金大滋的餅乾條是$17.50。香辣魷魚仔是$15的。大哥花生豆是$15的。盤興龍魷魚絲是$19。冬陰花生辣人魚是$19.50。牛乳味蛋糕是$16.50，咩$16。魚仔餅$4.50，嗱有番茄味同埋海苔味。牛奶公司鮮牛奶$6一盒，健力士啤酒$11一罐。CJ 嘅水餃$25一包啊，嗱有鮮菜豬肉、白菜豬肉。仲有一隻粟米豬肉、香菇三鮮都是$25，長期蛋糕$13，恐龍造型的餅乾$10兩包，手餅是$16。老式蛋糕是$11.50。百果糕是$13，仲有一隻叫咩鹹香糕是$13。而家有搞掂出嚟，執下啲架，我而家幫你執埋佢，都唔係有啲膠就冇。富裕餅是$19。花生麻棗$13.50。嗱，四周蝦餅啊，$2一塊嘅，仲有紫菜味嘅。同星點心麵啊，炒麵味同雞肉味咧就$4.50。旺旺鮮貝啊$7.50。馬來西亞青檸薯片啊$8.50。盤桃果是$29.50啊，黑糖馬仔是$12，黑糖餅乾是$7。
榴蓮味的蛋糕啊，4.5。提子小吐司啊，4.5。主要都係買嘢飲。吉紅糕啊，6蚊啊。核桃紅棗蛋糕4.5。香蕉糕啊，6蚊。嗱，上一隻係香蕉卷嚟嘅，6蚊。馬仔嘅又係6蚊。老婆餅嘅就6蚊，嗱雞仔餅嘅就係6蚊，嗱嗰啲醃料全部都係7蚊啊！嗱，有香茅豬扒、黑椒雞扒、黃姜炒飯、紅咖喱、滷水料都係7蚊。生姜汁啊，18蚊。你咁嘅夠鐘好有細支嘅，18蚊係225ml 噶。出全一丁就10蚊3包。嗱，咁佢有牛肉味、雞肉味、九州豬骨龍骨湯味。嗱，壽桃牌只小橋米線啊，鮑魚雞鮑魚味同埋呢只炸醬肉絲味咧，都係16.5。回鍋肉啊，13蚊。五香肉丁啊，14蚊。榨菜肉絲啊，15.5。紅圈派的油浸和辣椒沙甸魚是13蚊。維他糕是朱古力塊的，9.5有4盒。紅福同那些飲品是4.5而已。夏枯草、川貝枇杷蜜、雞骨草、新蜜。維他菊花茶和檸檬茶是500ml的，5蚊一支。呢、这個檸檬茶、菊花茶好似賣曬，維他朱古力奶25蚊有6盒，維他奶大概6包箱15.5。維他嘅低糖蜜精嘅又係15.5有6盒。雀巢甜筒啊，6蚊一支，都幾抵喎。益力多紅色啊，12蚊一排，綠色啊，15蚊一排。山榨果肉椰汁啊，1公升嘅，14蚊。
佢啲公仔點心35蚊有三包嘅。睇下咩啊？呢只係蝦肉燒賣啊，跟住呢只生咗牛肉，有迷你春卷，有咖喱角。林德利的果汁软糖啊，9蚊。姜汁椰子糖啊，15蚊。狗仔陳皮啊，7蚊一包，係60g嘅。呢支舒適達牙膏啊，120g嘅，25蚊。香辣雲筍啊，20.5。定碗茄汁啊，7蚊一支啊。天飲名茶19.5一盒啊，我哋好多味喎，有綠茶，有茉莉烏龍茶，有高山烏龍茶，有菊花普洱茶，同埋一隻茉莉綠茶，都係做19.5嘅。大家好啊，如果你喜歡呢條片嘅話，請免費訂閱、俾 like 同埋留言啦、啊。同埋如果有時間嘅話，就睇埋廣告啊，唔該曬。咁好啦，咁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